专注力。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经历？想看一会儿书，手机声音一响，就不由自主地点开。时间过去了许久，书却没有翻过一页。计划每天锻炼身体，刚开始动力满满，但三天过去就给自己找了很多借口，最终没能坚持下去。一旦习惯了不在一件事上做到有始有终，就很难再学会保持专注。专注力是一种稀缺能力，也是一种宝贵品质。真正的高手不一定什么都会，但他们往往都有极强的专注力。这样的人都懂得排除干扰，集中注意力做事。懂得保持专注是一种智慧，每锁定一个目标，就全身心投入其中，你才有机会拥抱想要的生活。